早上大家早上清桑，你好吗？唔够，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名叫做朱丽安迪，我今年30岁，我结作伴，我有一个仔10岁，我孙女个，我恩敬个，我唔识主语，但系我识主语主语。我住进喺新加坡2年，同埋喺香港10年。我嘅工作系煮餸、买餸、清洁屋嘅，照顾小朋友，照顾小老人家。我会干叻做嘢，礼貌、老实、会服从。我希望大家欣赏，借我，我们可以大家欣赏，就已经英雄光。